相位很好打，结盟征服者有点吃熟练度。对面在草里，那肯定换血是亏的。OK，是吧？对线建模先不互动了，打出优势再说话。我是最早试完蔷薇多一点。我去，往下面。我如果在下面堵他就好了，这个。漏了两个兵，对面打野不知道在哪里，完了漏三个兵了。防漏啊！我去。他如果想杀我，将战锤砸下，强力一击。哎呦，我 Q 闪失误了。他还是给机会啊！干嘛啊这？在摁送他这波。他这波死完后会也挺难玩了，因为他会心加点了，他就前面优势。他前面可以打我，但是过了前面，我后面巨石跟青石做出来之后，他就打不了。他这波还没吃药，还没买药，打他一套，把这个线控一下，赢去了，他死了已经。走不掉吧，这波！哇，这波给他走了，打他要上来了，好亏！这波没杀掉，主要是让对面把线推进来了，所以说我也说这波很亏。你说他菜吧，他这波扭的又挺好。不过他没这铁阳灵光披风，他确实也走不了。我有 TP 的。回家，我这不回家之后，把巨石做出来，他就没那么舒服了。现在。
他应该不会知道我在这里吧？他已经死了。他想把这波线推进来，然后想看一下我回没回家再爬下。那我这波直接再超牛晕他。那先跟我前面玩的没那么舒服了。这波他是真结束了，我这波出来之后。要不买瓶药算了，不买药了。本来想买瓶药的，但感觉打这个剑魔不需要买药。谁来了？打野来还是不太好双杀吧，但是他抓不死我，其实我星石做出来之后才好打，才好打他们两个。他闪现好像好了，代表我要 Q 他吗？玩的好急啊，这剑魔。他们打野不在，他死了。我跟你们说，他这波有细节的。这个剑魔感觉有时候玩的又香又臭的感觉，他这波有细节，他把炮扭了，扭了一下就过来了。只能说他这波运气装备差太多了，他走位把我炮扭了呀，这波他知道我要出炮，他往下面走了，玩的又香又臭，真的。我的炮这波还真不算歪，我的炮这波只能说是这个剑魔扭的好。我承认我的炮很歪，但是这波你我绝对不是我炮歪。可以早点休息，铁子。后撤步，想到第三段的时候拍走，整个星矢在杀。女神泪感觉还是要死。杀不了我，好像不用闪现，他伤害不够，我慌了。这些剑魔前期可以随便压他的。然后你觉得难打的话，就点个就带个相位，星矢触发随便打。那伤害不够这波，因为我星矢要刷了。好像可以减星矢的起点，好像可以。
他塔下他也撑不住啊！说真的，我青石做青石加下位，他塔下他也待不住的。我去，这波，他死了。然后他现在应该是昏头了。基地险险，卡特要来了吗？九级的卡特，我好像也不是很怕他。杀这个九级卡特像杀个小鸡一样，这不？还要闪现，他会闪现操作我吗？完了，蒋娜来了，我给机会了。能不能给建模啊？我这不就是想给建模的，这个头真给不了蒋娜。你要我想着尝试反杀也可以，但是反杀了，如果这个头反杀也难吧，主要是中了他这个 W 了，他闪现 W， 他双招杀我拿这个1000块，反正没给到切尔纳，这不就是可以接受的。你残破的躯体失败的证据。算了，不去了。玩个游戏，玩个游戏不贪还有什么意思？你玩个游戏你不贪，你玩这个游戏干嘛？又不是打职业比赛。不要这么稳干嘛？他是不是又扭把我套扭掉了？回一波，把那个魔宗做出来。我就这把就一直上路通关就行，其他不回去了。他还在草里面，这波在草里面蹲我。人呢？卡特这波上来抓我，点完这波剑我要走了，但我想把这个塔弹掉，然后看能不能操作一波这卡特吗？要不试一下？要不要试试？别出来！还是死了。
不难的，不难的，其实不难。我以为死不了这波。还要再推？你确定铁子？要把 E 消了，他这波有点难走。我先把相位触发，然后再追。亚娜来了。但是来的人那点很多，有点多啊，这波。来的人太多了。不过还好，这波队友能穿一路。然后他们能反打一波吗？讲到对面应该没什么劲了。谢谢好兄弟送的魔法书，谢谢谢谢，谢谢老板送的魔法书啊，谢谢铁子，谢谢谢谢，谢谢好兄弟。哇，这波好像大了。还行。谢谢好兄弟，来了五个这么多，这波。牛哥救我一下，牛哥！我跟你们说，来这里还能，应该还能再杀一个。这里，那往这，算了，那留一眼。W 我们扭掉的话还能再杀出去。看到我了，完了！哎呦，这波是真浪了，有一说一，抢的太快了。皮肤最好的话，我觉得是要么就雷神，要么就战斗学院吧。我看到他那个时候，我已经走不了了。我本来我想来这个草，来这个草蹲 AD 的。青龙刀可以啊，但是这把不推荐青龙刀了吧？这把要可能夜之风刃好一点。对，我这波是真浪了。之前还好，这波是真是全给机会。因为对面这波打得好的话，他们可能要大龙了。如果大龙的话，我可能要背锅。岩雀能不能操作起来？哇！不过我觉得我跟岩雀的可以操作一下吧，这波。完蛋！这里还有一眼。我要从这里下去。他们应该打不了龙吧？能打吗？应该打不了吧？还是其他他推的这么好，这能把我晕住？还行，他们没打龙的话就可以接受。我这波就怕他们打龙，说真的，只要他们不打龙就没事。但是这波送出了很多钱。夜之风刃真要出，有其他那这英雄。浪怎么了？这把输不了。
两张就烂。等我。想到这两波吃麻，不能在野区打，这野区打强大要爆炸，你想想。野区连吃七次，要不我单带算了，我单带，但是我单带又怕他们开龙啊，这边开龙我们这边很难抢视野啥的。我得单带，那个地方我不敢去。要我带吧，要我带吧，让我带吧。那些地方我是真不敢进去。然后他们就在大龙那里围绕，然后我这波就带下路。这剑魔守不住我了，但是我怕他们对面墙开龙啊，把我们队友逼过去，然后想到一个大，我们这边要炸。把他扔开了，这不开龙难受。能追得上吗？剑魔也在，剑魔也在，剑魔可能在草里面。哦，剑魔在这个草。哇，我没跳过来。把他杀掉。但是我龙掉的好伤，不过我们三条龙了。峡谷的上路都是对路线的。这把好像真要杀二十个，还行吧，拿到听牌龙，但是这波龙掉了是有点伤，龙掉了他们死了四个，我们就死了两个，你要等我下波 TP 去 TP 去带就行，回家吧回家吧，这波真不能再给机会了，这把从现在开始要一把要一次不死。这皮肤不好用，这皮肤是真不好用。我个人觉得，我没打赢，这里这里，主人能不能操作？哦，他不敢进。二换二这波亏的，因为我觉得这波我上去把他们杀了就一波了。哇，给卡特赚钱了吗？他赚了我1500。
完了，想到大招就好。哇，这波团打输了，我们少人，对面也少人。不能买表，主要是感觉这个全能吸血很关键。然后我上波就没有买那个表。因为这波打得好一点，就只有一波了。我没想到这波都没打赢。要么就等下波那个龙刷的时候，让我带一下。等小龙刷吧，让我带过去。这剑魔应该不太好收我。这边卡特起来了。AD 在上。完了，这都能飞过来。打蓝不带相位吧。输不了，输不了，我说输不了，输不了。等下条小龙刷吧。加大套路，哦，900块。他没力没大的。我就想要不踢上去搞，啊！但是两条龙同时刷，这个时候好烦。他们等级其实都玩起来了的。别！我现在还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在上路。我带过去的时候，他们就出去吧。要小龙啊？为什么不要小龙？哇，这波不要小龙，我是真的。对面没踢的呀。打不了，这波为什么不要小龙啊？他一个蜘蛛，他守不住我的，他们来上路不就我就单带不了了。直接波了，还去龙干嘛？哇，刚才为什么不来守兵线？守兵线刚才真一波了。
手兵线真一波了，我还有 TP， 但这波打龙，如果这把输了不关我事了，因为前面我浪的刚才那波我直接打回来了，但是如果这把输了的话，后面是真不关我事了。前面我浪的这波我已经打回来了，然后这波能一波的没想一波。 要弹下路，对面打团团打的好的话有机会的，不过我们这种阵容也不差，其实。这个位置前那推的好的话真要炸，他没地方去。 不可杀戮也行，等下加大的推啊！等下路兵线，然后拆了，拆了吧！直接点塔，我点塔很快的 ，A 一下塔，没人，我去，他还在 A 上路那个水晶。 这么不想赢吗？我把枪拿秒了，我春哥应该能守得住吧？我真尽力了。我这波把枪拿秒了，然后又打残了一个，然后守，然后一个春哥守了两个人。还行，我说了吧，随便浪，我说输不了输不了。 32分，一把枪这么多。